采访了很多的 B-boy， 我问他们，如果找一个现在大家知道的演员，谁能够演 B-boy 呢？没有别的答案，就都是王一博。悟空，给我拍下！有一天我开玩笑，我跟他说：“我说其实我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是蒙你的。当时是没有剧本啊。在杀青的那天，他非常非常认真地问我，他说：‘导演，我想知道那些 B-boy 的采访，你是蒙我的吗？’”啊，我就一下被打动了，我说不是这样的，然后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很高兴。大家把所有的尖叫和掌声献给陈硕。